Hello，Jalan。还有 Linda、小小、哈里桑、齐威，午安，那个里格讲给你当。谢谢里格里格的年度选票。谢谢你的海报，谢谢你的选票。髪の毛ぐちゃぐちゃ彼氏に似てる、似てるじゃない？ぐちゃぐちゃじゃなくない？ぐちゃぐちゃ今。と？前髪か？さっきアイロンしたんだけどな。ねえねえ、我的账号怎样？为什么我没办法拿红包？啊，算了算了，给你们。嗨，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午安安，午安安。嗨，鲁特，好意，落日已笑笑。なんでいつも月曜日の昼に配信するん？なんでだろうね。基本的に火曜日、基本的にレッスンが、あ。火曜日はないよ。火曜日と木曜日はあんまりないよ、レッスンが。で、月曜日は夜たまにレッスンあって、水曜日の率も高くて、まあ、金曜日はリハーサルとかも入るやん。だから、あの、ライブ配信で化粧しないといけんから、月曜日のお昼に化粧したらそのままレッスン行けるでしょ。でももし火曜日にあのライブ配信開いたら何もないのに化粧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しょ。だから月曜日のお昼っていう感じです。嗨，大家好，午安。妈呀，突袭的限动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对，很棒吧。嗨，大家，そういう理由だったのか。そうなんですって。金曜日の夜とか、いつも何曜日だ？木曜日か金曜日の夜にあのライブ配信開くでしょ？それはまあ多分リハーサルとかだったら2週間前ぐらい、3週間前ぐらいに知らされるから、もし金曜日にリハーサルがあったら木曜日の夜で、で。って感じか？って感じかな？香菜好可怕。嗨，阿可，谢谢你的浪漫玫瑰。加油，谢谢掌声鼓励。結局はメイクするのめんどくさい。違うよ、肌を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よ。夜やってるイメージ、夜っていうか6時から7時半だよね。反正、Jerk、浪客。嗨，大家晚安。刚刚讲的事情是呢？就是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是每次都是礼拜一的中午开直播呢？我就说，因为我们平常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还有六日练习，就是这样子的。比较多练习的是礼拜一跟礼拜三跟礼拜五跟六日这样子。就是如果我礼拜二开直播，然后晚上没有培训的话，我就要。就是为了直播化妆嘛，但是如果礼拜一开直播的话，我就中午先化妆，然后先化好妆，然后开完直播，然后再休息一下下，就可以出门去练习了。这样就不用就是每天化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选了礼拜一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礼拜一中午开直播，然后晚上练习，因为通常都是礼拜一练习，礼拜三练习。对，所以我开中午的话一定是礼拜一跟礼拜三，然后晚上的话，因为我们晚上比较多培训嘛，然后我家又很远，所以就是我没办法像其他成员一样，就是可能开六点到七点半，然后马上出门去练习之类的，就是我是比较没办法，所以我只能就是开在没有培训的那一天，所以对，比较多是礼拜四或是礼拜五。礼拜五的话，就可能会有什么 reset 公演的彩排啊，或者是什么拍摄啊什么的，就是礼拜五也有可能有练习，所以我平常都是礼拜四这样子。那么晚练习哦？对啊，我们就是练很晚，因为平日嘛，大家都在上课，所以
就是大家很辛苦哎，学生其实真的很辛苦，他们都是从八点上课，下课之后赶过来公司，然后吃饭，然后再练习。有时候就是我看到有人就是，早上去上课嘛，然后晚上有练习，但是来不及回去开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早上上课，下课到公司开直播，然后开完直播再上课哎，所以就真的学生真的很辛苦。谢谢不当不当兔的怀抱会员票，谢谢你的浪萌宝。我之前住在淡水的时候真的是快累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公司不是在国父纪念馆吗？所以呢就你知道我上课八点上课，然后下课五点的时候，我们那个从淡江大学到淡水车站那个公车是要等很久很久，超级久的。因为而且我们系上上课的地方都是离公车站很远的地方，就是要走个大概七分钟才能到公车站，所以我们五点下课嘛，但是这样子走到公车站，然后就要差不多5:15那边，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已经很多人在排那个红27跟756，就是都到那个淡水捷运站的公车，然后就要等很久嘛，然后等大概10-20分，然后在就是大概6点前的时候才能到淡水车站。然后我如果我7点培训的话呢，就是来不及啊，因为6点搭捷运，然后从淡水车站到国父纪念馆大概1小时嘛，然后国父纪念馆还要走路嘛，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上课。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累很累，而且我们可能就是练到10点，然后有时候很赶的话，就可能练到11点之类的，然后就没办法，就是从那个公司走到捷运站，然后捷运回搭捷运回去淡水，然后淡水还要就是到淡水车站的时候，已经没公车可以搭到我家了，所以呢，我只能走路回家。可是那个淡水，你们有去过吗？就是那个斜坡很累，然后我就每次都走回家，因为我不想又浪费那个计程车费，所以我就走回家，每次都是走那个斜坡，哦，好辛苦，真的很辛苦。还好我已经毕业了，もう過ぎたことなんて気にしない。いや、私の思い出よ、これは。思い出です。真的很佩服，从淡水台北，对啊，淡水台北东京的人，但是呢。淡水的话就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那边的房子真的很便宜。我之前不是住在淡水嘛，然后就是那个房租真的是差太多了啦。如果在淡水租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小套房，可能就是电梯大楼，就是一个大概8500-10000就找得到，但是如果在台北市，你想想看，8500-10000可以找到怎么样的房子，很可怕，好不好？真的超可怕的。所以呢，我之前搬家之前也有在想，到底要不要回去淡水那边居住？对，很小，又是不可能是电梯大楼啊。嗨，暗影，谢谢你的浪的心。どんなお話？この前とか大学の時に住んでたところが結構遠いところで、その時はすごく通勤が大変だったって話。柠檬阿奎利克利克北极熊，盐巴地1103。嗨，大家好。今天是228哎。今天是228平那个假日，等三级生进来叫人和租吧比较省。我没办法哎，我没办法跟我是觉得我没办法跟就是其他人一起住，因为我有洁癖，我真的有洁癖，然后我又有猫咪，所以我可能真的没办法跟人家一起住，不然除非他也是非常非常爱干净，然后就是洁癖，然后又爱猫咪之类的，就对啊，就是对一个有洁癖的人来说，跟人家一起合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很久以前搬家到麻油的脑海里了，并没有，笑死。有啊有啊，至少请好言搬家到淡水了吧？这样子的话好像也不错诶，但是每天下雨，还是帮阿阿看家，他家蛮干净的。对啦，他感觉也是蛮爱干净的。弟弟，Hello，是好。谢谢 Gex 和你一起，怎么不行？好言搬到淡水话，语文老师的头痛了。语文老师他说，之前很久以前，他也是住过淡水，然后他觉得很麻烦。住过淡水跟基隆的人都会说不想要再住了，那也不是真的，真的不是住的地方呢。哈哈，Hello，麻友午安，嗨，小美酱午安。嘟嘟嘟嘟嘟嘟嘟。大家都在干嘛？今天还要上班吗？今天不是假日吗？语文老师还在跟新家的小强战争吗？是哦，你怎么知道？马有假日有去拿吗？没有哎，假日你说六日吗？六日都那个啊，练习啊。然后礼拜啊，昨天呢、哦？昨天去那个一个古亭的咖啡厅，我非常漂亮哎，因为我之前很少去古亭，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滑 IG，然后滑到一个古亭的咖啡厅，然后发现哎，古亭附近有很多很多咖啡厅，很漂亮，都很漂亮。然后我就找到一个裕日，哎，那是裕日吗？有个几次咖啡这样，就是咖啡店啊，那好漂亮哦。就是有很有风格的一个咖啡店。今天放假在家耍废中，好啊好啊，很棒诶。今天放假，不过我还在外面吃饭，吃什么？在闲说最后一天的连假时光要耍废。对，昨日のカフェの話。ちょうどね、あんまり行ったことない駅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で、なんか、すごいその駅の付近、めっちゃなんかね、いっぱいおしゃれなカフェがあって。で、インスタで結構人気そうだった翌日カフェっていうところに行ってきました。めっちゃね、なんかレトロな感じで、かかってる曲も日本語で、そうそう、中島美嘉とかの曲 かかっとった。改天去台北再来踩点。那个是在古亭啊？对呀、啊，咖啡啊，咖啡真的很好喝哎！我发现就是那边的咖啡蛮好喝的。对，蛋糕是一般般，就是我觉得你们去那边的话，也不用特别去点蛋糕，但是我觉得可以点个咖啡，蛮好喝的，赞赞。然后那边超多人，那因为没有限时间，然后还蛮多人都是一个人来，然后读书或是听歌之类的，或是跟那个那边咖啡店的老板聊聊天，因为好像那边都是常客哎，就是还蛮多人跟老板认识这样，然后很少会有完美，但是在那个 IG 上是还蛮多完美去拍照。杨雄，Hi Olian，黑加仑，妈还记得点了什么咖啡吗？哦，没有了，我只是点了一杯拿铁而已。但是其实因为我很常喝拿铁，所以就是那一家的拿铁是我蛮喜欢的。然后美玲喝了一个抹茶牛奶哦，抹茶牛奶，因为还蛮多咖啡店的抹茶都是加的抹茶，然后又会太甜，然后就没有很喜欢在咖啡店点什么抹茶拿铁之类的。但是我是觉得还 OK 啦，还可以。一个人来，看来很适合你。对，鲜奶拿铁嘛。那有 M 三对的蛋糕，そうだよ。そうだよ。知ってたでしょ？ 小鬼。ただ等我一下。めいちゃんがカフェの重要視するところはどんなところ？雰囲気です。確実に雰囲気です。でもメニューも大事かな。メニューも大事だけど、確実に雰囲気が一番大切。小鬼。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去斑马去装水。
洛克，hello。女生的角度怎么样？你说啊，你说那个吗？咖啡店吗？他就是问我说，如果我去咖啡店的话，最重视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氛围啊，菜单啊，或者是什么？刚刚说什么？口味吗？或是照拍照之类的？我一定是氛围，就是那个咖啡店漂不漂亮，然后就是要看心情。比如说昨天的话，就喜欢去拍照嘛，所以我会特别去那种就是比较有就是风格有个性的咖啡厅。但是我平常如果想要去放空，然后放空的话，可能会找比较明亮一点的咖啡厅，因为昨天去的咖啡厅比较暗，然后又人又多，然后又很吵，所以呢，就是比较不适合我自己一个人去放空。我自己一个人去放空的话，我很喜欢去台电大楼有一家，因为我那一次是我在网络上搜寻了很隐秘的咖啡厅，非常隐秘的咖啡厅，这样就是我想要去人很少的地方，这样，然后我一个人去那边，然后我忘记他的那个咖啡厅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在二楼还是三楼还是应该是二楼还是三楼啦，然后就是那边的采光非常好，然后是窗户也是很大，然后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它咖啡厅外面是有种树，所以就是整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人又很少，然后音乐也是那种星巴克风格的，就是你知道星巴克的 BGM 是有被研究过的吗？就是那个星巴克公司有研究过很多音 BGM 的部分，就是一个很适合读书又很适合聊天又适合放空的那种 BGM， 就是那个咖啡厅也是类似这种 BGM， 所以是就是我去那边读书或是去放空或是去干嘛都很适合，这样子亮一点才不会放空到一半不小心睡着。对，听起来也很 chill。 对啊，很 chill。 那不适合我，真的假的？之前贴的那一家吗？不是那一家，但其实台电大楼离我家也是蛮远的，所以呢我也是蛮少去的啦，就是可能晚上有工作，然后就中午可以去一下下这种。真的，我都听自己的音乐，真的假的？你说就是用耳机听自己的音乐吗？但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啦，就是想听什么就会戴耳机听，但是绝对是直接 YouTube 上搜寻星巴克 BGM 24 hour。 哎，对不对，小群那个彗星仔，对，我也超爱星巴克的 BGM， 我没事都会点那个星巴克 BGM。 在 YouTube 上搜寻，真的一样哎，跟我一样。勇哥，谢谢你的枫叶。嗨，马哥，跟 BGM 我一律推荐 Reset 五歌词吧。哎，还有这种哦，真的哦，我不想听呢。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了，我不想听。没事的时候不想再听了。嗨，启威。嗨，马格拉根 ，Yuki， 贵港诶 ，Hello。真的啦，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上次是，就是有人就讲说什么呲呲呲呲呲，然后每一个人哦。在场的每一个成员开始唱说，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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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吗？我们已经被洗脑到，就是听到呲呲
这个五个次而已，五个次，这个五个次，然后就每个人都是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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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超可怕，多可怕！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在休息的时候，就然后对被制约了，真的，那首歌真的很可怕。就像卖牛肉面的，也不一定会一直想要吃牛肉面。对，对啊，对啊，邪招也。对啊，听到五个词就准备要转圈了吗？对啊，对啊，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耶，很可怕吧？你们听太多次了，真的是听太多次。嗨，是姐姐呀，伦伦，嗨，九个圈，阿比。然后呢还有什么事情呢？啊，在两天就有那个在 YouTube 上会有小姐小小诶小诶小姐诶小诶啊天哪忘记了小姐不惜底，对，在两天夏夏阿比限动的最后妈的笑容好灿烂，感觉好满足完成一件事情，诶那个很好笑诶，你们都有看我的现实动态吗？因为呢因为23号那一天，就我po了一个现实动态问答，然后问大家说想要看我跳怎么样的风格，或者是什么歌曲之类的。然后后来哦，好好笑，大家都点了 Popping， 然后 Locking， 然后什么 Popping 跟 Locking， 还有一些可爱的歌什么的。然后还有人点了一秒一秒越好，然后就想说怎么办？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还蛮花时间的，因为我也是不是专业跳 popping， 也不是专门跳 locking 的人，所以我如果我跳了一分钟的 locking， 我就完蛋了，就被发现，哎，马友其实不太会跳 locking 嘛，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在昨天播了嘛，那前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就是找到一个音乐，然后就哎，这个好像什么风格都可以跳哎，然后就。晚上大概10点的时候开始编舞，哎，那天真的很累哎。礼拜六的吗？礼拜六我们从9点上课，还是10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早上九点十点的时候就上那个跳舞课，然后培训完结束后呢，我就去运动。因为我最近真的是练体力，然后就去健身房跑步，然后这样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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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做了一些重训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到家的时候，哦，好累哦，天哪，真的很累的那种。然后后来回家10点多的时候开始编舞，编到大概晚上12点，然后想说，哎，要不要现在拍拍？然后就很害怕吵到隔壁邻居，而且我拍影片拍很久，每次都是啊，这个地方不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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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拍一个 TikTok 的那个很短的影片就可以拍1个小时。那个每一次我po在那个现实动态，那个十五秒的那个影片哦，就可以拍1个小时。所以我昨天发的现实动态是56秒的影片嘛，所以如果是56秒的影片哦，你想想看我可以拍多久？然后就想说啊，算了，我隔天啊，礼拜日也是要9点上课，所以呢就。啊、哦，完蛋了，这样子就是会睡不着，然后就赶快睡觉，然后昨天培训完之后就马上拍，这样子编好快，那么久，对啊，我对那个拍影片非常的坚持，15秒拍1个小时，对啊，差不多哎，这样换算应该要4个小时，应该是不会那么久，而且我昨天就是培训完是拍一次，然后就成功了，但是我后来因为那个教室。因为那个教室是有限时间嘛，可能我们接到9点到1点，然后我已经到1点了，然后我可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拍影片，所以我只能就是
那一次就成功，然后后来我跟美玲一起去咖啡厅嘛，然后在咖啡厅这样子看看看看看，可恶，这个没跳好啊，这个也没跳好，哎，这个角度好像怪怪的哦，这个也可以更好，这样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对啦，如果我要拍到好的话，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真的。嗨，セミナーさん ，Hello。等一下，我一个一个念啊。呜呜，现在好可怕！哎，被小 S 姐，吓到吗？没有，马友编舞好强。有啊，居然是 remix 版 ，mix 版超炸啊！我的 breaking 呢？别欺负我啊，姐！什么现实动态？我看了两个小时，还能算现实吗？笑死，好可爱啊，土豆！谢谢马友的 house 哦，好久没跳 house， 原来是。为了不露出马脚才跳 mix， 你也跳个没有练习的时候，居然会跑步，对啊，编得很快。其实，那个编舞的时候，其实是在乱跳啦，就是可能就听音乐，然后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跳到哎，好像这个动作不错，然后就是一直跳这样。其实不是整整两个小时都在编舞。对 ，locking 接 walking 那边超喜欢，我也超喜欢，而且我喜欢 shake， 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啊，那个脖子转到哦，还不错，我那样超级满意的。器用的人なら10分の動画10分で終わり、私は無理だ。私はいつもね、15秒の動画でも1時間使っちゃう人やから、なんかそれは思う本当に器用な人とかだったらすごくうまいことできるんだと思うけど、私はいつもあもうちょっと下から撮った方がいいかな、上から撮った方がいいのかなので、あとはなんか帽子が取れたりとか、あとはなんかあこの時の顔が微妙とか、あこの角度がもうなんかちっちゃいこの角度のせいでさ、あもう一回だけ撮ろう、もう一回だけ撮ろう、もう一回だけ撮ろうが何回も積み重なって1時間経っちゃうよねいつも。谢谢小兽的枫叶，効率悪すぎ、本当それな。九蛋 ，Hello， 演过芋头、红毅、小哎蓝熊、蓝熊、红毅，他演过 ，Hello，Hello。刚刚有人问我说，马友居然会跑步？对哦，我每天都在跑步哎。其实前几天不是都在下雨吗？那时候早上没下雨，我就去公园跑步，然后。早上哎呦，那时候真的很惨哎，因为早上很早起床，然后去跑步，然后就想哎，没有下雨，然后就出门，然后去到公园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下雨，然后想说反正就会流汗嘛，就没擦，然后就戴一个帽子，然后就跑步。最近很常跑步，因为我真的需要练体力，我就想说。对，我真的需要体力，所以呢，就是最近逼自己去跑步。然后吓到的是，前几天，好久没有晴天的那一天，我那一天去公园跑步哦，然后那一天好舒服哦，因为没下雨，然后天气也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就是整个很适合跑步的那个时候，所以呢，我就跑跑跑跑跑跑到，哎，不知不觉的跑了一个半小时，我就吓到，天哪，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跑步的人，居然可以居然可以跑个一个半小时，而且我也没有停下来，虽然我的跑步的那个速度不是很快，就是那种不是那种。一直这样子很认真跑，我是听音乐，然后就这样子轻松跳，轻松跑，轻松跑的那一种，对，但是很舒服，超舒服。鱼女，对啊，我是鱼女。红毅说什么？马友前几天的吃西酒好吃吗？西酒？你说春酒吗？好吃啊，不错。自分15分のダンス踊れるのに45分で撮るのは10分かかった。かわいい。バーバーバーバレイエイエイでしょ。仲尹、谢谢你的。仲尹玫瑰、仲尹玫瑰。嗨、早安。嗨、小黑、正吉。我们知道什么？妈呀，好厉害。没有，最近真的需要体力。真的需要体力。对。嗨、晚安。所以呢，我最近为什么一直都在拍跳舞影片，是我就是逼自己就是一直活动，对，
但是我发现我晚上跳舞就会有那个 adrenaline， 就是那个就是身体就是醒来，然后就睡不太着。最近才需要吗？我是觉得最近我发现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体力，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很想要增强我自己的体力啦，所以对自己跳舞，不然就是去跑步，不然就是在家里训练自己这样。一个半小时会不会可以跑到公司？可以耶，可以啊，真的可以耶。用手遮住肉肉的脸，真的太闹了。太久没跑步，练投三十球的我。哦，你棒球感觉也是很累耶，但那个也要跑很快。可是我不喜欢跑很快的，我喜欢跑漫步。糖糖，嗨，盐巴地种糖糖。嘿，诗儿，谢谢福福妈的真情告白。同意。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的体力增强呢？好想你 ，Hello。我刚刚回答过了，红毅，我觉得还不错，好吃。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对，就这样吗？你们有在练身体吗？有人有在练身体吗？あ、日本語で言うか。最近は食べることと休むこと。開直播到凌晨一点。才没有，这样子没办法练体力。没有。最近はめっちゃ体力をつけようと頑張ってて、なんか雨続きだったんだけど、雨の時とかもちゃんとランニングに行って、で最近やっとね晴れの天気になってきたので、ランニングすごく気持ちよくて、もともとすごい走ることが嫌いな人なんだけど、この前びっくりしたのは久々のいいお天気でランニング日和の時だったから、ランニングしてたらね、曲聴きながらワンオクロックを聴きながらランニングしてたら、もうね気づかないうちに1時間半経ってて、えマジでと思って、記録更新したよ。1時間半なんか走ったことないよ今まで。そう、1時間半走ってて止まらずに、めっちゃびっくりした。もう最近はだからその体力作りが大事だなと思ったので、ランニングと、あとランニング行きたくないなって時はもう家で頑張って踊って、だからそれが最近インスタにちゃんといっぱい載せてるダンスビデオのその原因ってなんだ、原因です。最近はめちゃくちゃ自分を動かすようにしてます動かすようにしてます游泳练体力也很好，游泳感觉也不错，但是我不想要伤到我的头发，所以我不想去游泳。嗯，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非常可以练体力的运动，但是就是第一很伤头发，然后第二很麻烦，就是因为要吹头发，就是一个很麻烦。筋トレしかしてないから体力は鍛えられない。体力鍛えた方がいいよ絶対。筋トレプラス体力もう確実に大事ですよ。スタミナついたんじゃない？そう、もうね最近は本当に体力作りを重視に頑張ってます。社長、はい、龍粉祥ね、社長、李ちゃん。我们只是想看马友自拍泳装呢，如果不想出门可以在家跳绳。哦，我是没办法一直都在家里跳绳，因为我之前也有想过要不要跳绳，然后呢我发现我们真的没办法一直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直跳，这样子的话我还不如一直跳个 house 不就好了吗？对啊，就是我没办法持续练习一个这是一直在跳的东西，对，就觉得很无聊。对，
所以呢，我反而比较喜欢去公园跑步，不然就是在家里放音乐，然后一直跳这样子，不如跳舞。对呀，不如跳舞，不是吗？这是一个全身运动诶。他们一些些浪漫玫瑰，部屋で体力鍛える方法があればやるけど、踊ったらいいんだよ、踊ったら。像外にいる行くのが嫌いなのね。游泳压力是来自身体的四周。哦，跳绳比跑步还累，但是跳绳真的很无聊。马友无法忍受极密的运动吗？跑步也是算很几米，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因为一直跑步嘛。但是如果在公园的话，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健身房的话，我会觉得哦，好累哦。今天就是可能我在健身房的话，我只能跑，最多可能也20、30分钟而已。但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1个小时其实都不会觉得很累。开始到台北各地公园跑步，那这样子感觉马友也不喜欢去健身房，因为都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我真的蛮不喜欢去健身房的，对啊。而且我就觉得我是不需要那个器材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我用自己的体重去练习就好，就是我才没有练到一个很。怎么讲，很厉害的身材嘛，所以，我去健身房，我会觉得，哦，好，我很浪费那个器材，因为我也不懂那个器材要怎么用才有办法帮助到我自己的肌力，或是怎么样，对，体力，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在家里练习，可能就是棒式啊、俯卧撑啊、深蹲啊那些还比较好。この年になると筋肉痛が治らない。可爱，跑步周围的景色一直在动诶。对啊，但是如果是在健身房，那跑步机的话，其实都蛮无聊的。要么卢布，嗨，花生小魔术，嗨，嗨，乌云，家军，花生小魔术，谢谢你的你最闪亮，那谢谢你的你最闪亮。啊，都难的给，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分享？自己的体重看来是含有挑战性的训练。哦，对，我最近因为就是一直练体力的关系，所以呢，很容易饿。天呐，真的是最近食欲增加很多哎，体力也是变很强。就是我们最近培训嘛，我可能这。其实一开始培训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呐，好累哦，天呐，就是这样流爆汗，然后身体也是很疲惫，然后酸痛也不会，就是隔天就会酸痛。但是最近体力有变好，但是一样，食欲也有变好。真的，我吃太多了啦，运动也是很多，但是我不会瘦下去，因为我吃的也很多。今天天气很好吗？没有要出门吗？我没有要出门，我今天要晒衣服啦。我今天要一定要洗衣服、晒衣服，不然我的那个洗衣篮快发霉了。用脂肪保护新练出来的腹肌，没错，代表能量有确实烧。多吃一点，不会啊，再多也没有我多。谢谢 Gex 的甜蜜气泡水，多吃一点。啊，不行不行，对我这么好哦，这样子我多吃一点，多吃，哎，我都是蛮有饭的，大家就是叫我去多吃一点，我就多吃一点，这样代表身体很健康。对，我最近我觉得身体超健康的，因为我有运动，又有吃好，然后又有睡好，然后就是最近交了几个新朋友，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环境整个都变了，然后。每天都笑得很开心，所以就觉得很幸福。最近过得非常好，再吃回来又才有，哎，才有力气减重，是这样子吗？不对，蛮友好，要对谁好？啊，不对，蛮友，新男朋友，新男朋友什么意思？新男朋友？那我的旧男朋友是谁？你告诉我，我的旧男朋友是谁？你不要让我哭啊！谢谢海女小的真情告白，你身材很好，可以多吃一点。好好想要吃，好想要。拍照哦 因为我发现我虽然我吃的很多，又不是那种完美身材，但是我好想要就是
就是把现在的这个身材留下来，你知道吗？拍照留下来，好想要出升学籍哦。新冠体胖，粉红爱卢夫，谢谢小智的浪漫玫瑰，谢谢你留下来再来胖吗？对对，很完美了，分享了直播间，谢谢花生小魔术。嗨，暗影，多跳舞身材就自然变好。前男友什么被马友抛弃的108个心酸。めちゃマッチョ好み、スルミ好み、もちろんマッチョですよ。もちろん私は筋肉が大好きですのでね。でも好きなタイプはマッチョですかって聞かれたら、それはそれ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可以先拍，之后有机会出的时候就拿出来就用啊，是这样吗？就男朋友十四加个新男朋友大概新增你说是140几个，然后新增50几个吗？嗨，今天第一次来，啊，我知道你是谁啦，每次都叫我真叫你，哎呀。嗨志豪，嗨多元宇宙，嗨呛辣咖喱，男朋友总数200个人，这么好哦，完全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哎，200个人的话，妈又一直说 cute 嘞，谢谢妈妈，よくわからんけど、俺みたいにおっぱい大きい方が好きだけど、付き合いたいとは限らない。拿走，你日本人吗？是啊，得干家呢。中文好标准，谢谢。妈妈在 IG 跳的舞蹈，竟然让我震惊到，真的很厉害，真的吗，毛巾哥？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我就是之后有机会再多播一点跳舞的影片。妈妈时间管理大师，对呀，筋トレ続ける理由を見つけた。頑張って、頑張って筋トレ。我也是日本人，劳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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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算那200个人其中一个，我只是一个小宠物。笑死！趁这两天有太阳，快快去洗衣服。对呀、啊。ユシヤ、どうぞ。若いっていいね。若いって素敵よ。若いって無敵よ、無敵で素敵よ。对了，我有就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也不是难过了，就是觉得我怕大家误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虽然我还没有看，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家都有看过《小姐不洗底》，反正呢、啊、就是一个粉丝跟我说，他是应该也是好心跟我说的啦，他就说看了节目之后对马友很失望，我就想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在台湾，就是尊重一下，就是在台湾的怎么就是。文化嘛，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什么，我要搞清楚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当艺人这样子，然后就不要因为我的粉丝几乎都是台湾男生，所以讨好台湾的男生，然后就是随便骂台湾女性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剪出来的影片长怎么样，但是我其实根本没有就是这个想法，就是可能我有拿日本人的角度，还有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的怎么讲想法，还有习惯来讲，哪一个地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说台湾女生这样就是我很讨厌，或者是台湾女生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我是很讨厌台怎么讲，就是很不习惯这样子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我讲重点好了，我真的是很喜欢台湾而留在台湾，然后
我跟大家说过，我来台湾就是决定住在台湾的原因之一，也是真的是怎么讲，喜欢台湾人，对，不管女生还是男生，我就是非常喜欢台湾人，对对对，所以呢，我是觉得让观众们就是有误会，然后误会成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也是应该要检讨自己的讲话的，怎么讲样子嘛？对，所以呢，我先跟大家说，因为礼拜三就要上片了，YouTube 上会上片，所以我不想要让大家有这样的误会，所以我先就是跟，虽然就是来看直播的人是少数的，但是我还是得讲一下吧，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很喜欢台湾女生，就是即使在节目上是一定要反驳台湾的女性，那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就是拿这种事情来讨论，还有反驳，对。对，抱歉，如果你让你们失望，或者是让你们觉得哦，马友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先跟大家道歉，但是没有这个意思啦，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啦。对，好，来看看留言，这么严格的吗？什么东西？哦，又说教出哦，结婚发表是哪意思？他是用日文还是华文呢、啊？谁？那不就是节目话题吗？我有看呢、啊，还好吧？谁？要不然粉丝会是什么？被台女抗议罗，没事啦，这文化差异而已啊。这话题很多人都讨论过。人妻感冒有几？感冒有些人的缘分。人妻爱的人，哪里啊？あの方の名前を探してください。何もしないから。絶対するやろ。怪怪，不用想那那么多了。节目真的有问题，经纪人姐姐早就拦下来。台湾有一些人是很偏激，心胸不大，才爱攻击别人。因为有很多人只喜欢听到台湾的好。礼拜三日抢劫无解起来，节目效果，看一下，我看一下，马友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没事的，没讲你死我生的，可以有的。没有失望呐、啊，没事，没有人们不会啊什么。不过我觉得你这样好可怜哦，的时候蛮好笑的，这样很可怜。你知道为什么在乌克兰生活很轻松吗？只要有点知名度，一定会被批评。没有啦，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怎么样，就是。没有觉得哦，这个粉丝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我完全没有这么觉得，因为我是觉得哦，毕竟我在演艺圈了，毕竟我是在节目上讲话了，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我自己讲的每一句话，我不想要就是让观众们误会，或者是我一定要表达得更好，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也要检讨啦，但是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讲好了，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那个影片已经上了，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去改变那些过去嘛，所以我只能在直播间跟大家说，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对，我只能讲，我只能这样，嗨，观点不同，这样。这个话题有点熟悉吗？好像不是第一个被他说。哦，真的、哦，喜欢看你在同学来了，因为你都笑得很开心，真的超开心的。つまり要是訳すると、某台湾女子、日本女子なんて負けないし。要看看是否言语上误会，如果有就改。对对对，所以呢，我非常希望，而且我很感谢那些粉丝，是因为。如果他没有跟我讲这句话，我也不会知道。哎，好像我这样子讲话会让人误会，所以呢，我这个也是我让我改进的一个好机会。对啦，就是让我再一次觉得讲话真的需要小心一点。对，对的，对的，OK。民族主义无限上纲了，来攻击他人也是很恐怖。张恩，谢谢你的鼓励。在 D 卡上出现过这种话题，上次也是小鸡讲这个话题被放大，真的、哦，真的、哦，就是一个我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拿这种就是习惯上的话题嘛，比如说台湾人习惯喝常温水，但是日本人来说，常温水哦，可能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事情，就是冰开水。
才会是一个第一集的服务这样子，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别嘛，没有说哪个不好哪一个好，对啊。但是有时候真的要小心讲话，不然，对啦。好，马友骂我，好啊，我尽量骂你，请马友请严厉批评我，我才不要，敏感性牙齿，冰开水吧，对对对，真的，看事情的观点而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对，没错，对。对啊，还好蛮有饭的，大家都对我太好了，我就对。Danny，Hello， 嗨，下雨天，思琪，日翔，对啊 ，Merding，Hello Merding， 嗨 Gix， 谢谢你的 Live 应援团。嘟嘟嘟嘟嘟，嗨之响，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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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接我了。你看有个粉丝一直拿共棉织的毛巾，被说了之后有改吗？没有吗？你有改啊？你上次不是有拿麻油的毛巾？所以也什么严厉批评麻油，我做不到啊。没有啊，我觉得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是讲错话，你真的可以告诉我，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为了我好啦，但是不要讲得很难听啦，我也是个人嘛，我也会难过的。节目会剪，对，导播也会有一些要求，会对每一句的，对啊，虽然我是还好啦，但是对啊，也是有这种效果的东西啦。总之又是说小迪怎么样，台湾女神怎么样，但那时候她只是在讲在分别嘛，对呀。まあ説教するのはめいちゃんのこと気にしてるからだね。めいちゃんのこと気にしてない僕にはできません。気にしてよ。ありがとう。所以ごめんずじゃは。吃了好啊什么快了。吃冰季节要来了。改天麻友会抱怨台湾夏天的。对呀，偶像艺人也是的心也是肉做的。对呀，この前ミレちゃんから聞いた清楚系ビッチって言葉が頭から離れません。誰が清楚系ビッチなの？麻友失言了，大概要支持二楼是出兵才算失言吧。没事没事，拜拜。知挺，你四七八，你就当表演就好。小山さんと仲良い藤井さんも清楚系ビッチだもんね。彼氏めっちゃおるし。てかさ、ジョンカニさんの言ってる彼氏ってミレのことだったね。今年夏天会很热，麻友准备好了吗？我完全没有准备好。あ、ミレちゃんの服のコンセプトが清楚系ビッチだったんだ。あ、なるほどね。跟你情况一样。台湾吃冰有什么好抱怨的吗？我改一下。我超爱吃的，可是我敏感性牙齿，所以我只能在右边吃冰。我上次是上同学来的时候，那个冰真的是太冰了，就没办法，我的这里的牙齿会很痛。但是如果吃冰这样子吃在这里吃的话也还好，所以我吃冰都是这样吃，好可怜的我的左半边，左半边没办法吃到冰。服が清楚系で小山さんが着てるから清楚系ビッチ。なるほどね。谢谢 TMTP 的维哥浪梦宝，谢谢你。我也是右边敏感性牙齿，这样也算是你是右边嘛？我是左边呐，所以我们交换一下，我的左边给你，然后你的左边给我，然后你两边都是敏感性牙齿，然后我就没事了，好不好 ？Miki， 谢谢你的你最响亮。小 YG， 谢谢主播 IG 没有默契 AKB48 TMTP， 大家追踪起来，耶耶耶！我就让 Hello， 台湾妹子田中，没讲公办吗？还田中，哒哒哒哒当当当，花生小魔术芋头，
まゆちゃんも清楚系のキャラ演じて中身はビッチだから服着なくても清楚系ビッチ。でも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らん。でもよくミレイに言われるのは、まゆちゃんってさ、本当にさ、なんだっけな、なんて言われてんだっけ、この前も言ったよ確か。まゆちゃんって本当にさ、なんかなんだっけな、あれ、単純、あ、単純、思ってる以上に単純だよねって言われる、いつ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有这样召唤的吗？对呀、啊，敏感性牙齿就这样就治疗好了。对呀、啊，土豆刚刚说你喂他鼻孔吃冰，哈，谢谢之提，谢谢田中，嘿，顽皮小歪曲。土豆刚刚说马友想看的话就用鼻孔吃冰，真的，我想看呢。你等一下传影片给我。可恶，私底下美玲到底有多木炭？谢谢花仙小魔术的给我，小心一点。101三个人同时开的天堂结束了哦，真的、哦？刚刚三个人一起结那个吗？酷，卢夫，嗨，江江江，小山さんみたいな配信で，え、何？そんな話してるの嫌なんだけど、何してるのミレ？完了，小兰，嗨了，江英，何してるのミレちゃん？嗯，原子，嗨，我们课小兰，老公，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对啊，可是我只有两个眼睛、耳朵跟两只耳朵，你没有鼻孔。期待土豆，笑死美玲，上次话题真的很怎么样？哈，他好奇怪哟、哦，天哪，他怎么可以讲？他已经放弃当我下了吗？いろいろ教えてもらってる。やだよ、何の話をしてるの本当に。土豆1994到2022。你是1994哦。好像有跟到那次的直播。真的哦。真的哦，好酷哦。好酷哦。希望公司不会看到那个直播。大早就放弃了，真假的。我希望他不要放弃呢。嗨 Lin， 谢谢你来红玫瑰澳门哥，谢谢。あ、可愛いと言っただけね。あ、なるほどね、可愛い、そんな人はいっぱいいるよ。何、小山さんが周りに話せる人がいないから寂しいって言ってた。そうなの、まあ、でも可愛い人はいっぱいいるよ。私もだって三上優愛さんの YouTube はめっちゃ見とるもん。めっちゃ可愛い、マジで。宣言、そうだよ、好演な。啊，我今天呢早上看到一个，有一个 YouTuber 叫哈基梅社长，哈基梅社长跟一个小吉哈的桑，哎，小岛前辈的，哎，小岛前辈跟那个 YouTuber 很有名的 YouTuber 有拍过 Lookbook 的影片，然后啊，天哪，超可爱的，你们有看吗？小吉哈的桑和哈基梅社长的 Lookbook 的 YouTube 我見て朝から幸せ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嘉阳也好可爱，嘉阳应该没有吧？美玲在更早之前还跟我们说，如果是拜托床，真的假的？嗯，上个礼拜的我也想充实一下。その後めっちゃ調べました。マジでありがたい。小时候，小时候是这样的。黑金，黑杰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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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洗澡。没洗澡，嗯，我买的第一本就是哦，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好好、哦。那第二本会是我的吗？哎呀，我是从女优さんの写真見てたけど、見たけど、へって感じやった。刚才用双手抓下巴的样子，好像猴子，好像猴子。妈要赶快出，我就买，我也很想出啊，拜托。我也很想出啊，但是我觉得啦，就在 AKB48 TTP 的话，我是觉得，嗯，没有很大的可能性。我要藤井麻友水着先写集，一定支持。第一本是我大力六卡西带的先写集，哦，你如果出我就买，给你钱。麻友出五本起跳，赞呐、啊！笑导 ，Hello， 谢谢你的海报之类。
TB 只是个想出的，赶快连输啊！我家祖祖也想出，对，非常想出，非常想出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情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毕竟这个也是算批评，这个也是算骂人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差别。就是一个想法的不一样的不同的想法，就是一个日本人对偶像少女偶像的深写己，跟台湾观众对少女偶像的深写己的那个看法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我没有骂人哦，我没有骂人，我很在乎，对，我很在意，反正就是想法不同，然后就觉得，对，对，你懂吗？怎么啦？怎么啦？你怎么捏啊？开始，对，所以我也蛮怕，如果我哪一天出了小性感的深写体，然后就大家觉得我变了之类的。我在什么说谢谢你的浪漫玫瑰可爱，动动都是个当当写信息都有这样子那个事，そうなんだよ、そうなんだよ、私は綺麗な写真を撮りたいよ。这里加一加五十的啦。二十八的写信都搞，二十八岁的写信写的 Kobe 那些，然后今年会员票选第一名就能出写真，夕阳神发写真是我第一个买的啊、哦！真的、哦、不会了，白身写可以穿衣服。华人はもっと保守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七年级的时候，对呀、啊，七年级的时候，不，乃木坂的有些人写真集看起来根本写真女星。等级的，对啊对啊，等你们太糟糕了吧？可以 ETB 全团一起出一本吗？不会啊，知道你本来就有这个想法，对，非常有这个想法，但我也不是那种想要露身材什么的，我只是觉得哦那个很漂亮，只是觉得很漂亮，我也想要，对啊。说不定出来之后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啊！一定的、啊，一定的、啊，一定的呀！马，我们对马友没有清纯的误解啊？什么？什么？我把白眼给你看，慢慢煮，不要浪费马友的身材。哎，黑加仑，对对对对对。ねえ、モモ、モチ、なんでこんなに可愛いの？久しぶりのお餅を見ますか？怎么可以这样？道德在哪里？尊严在哪里？学生在哪里？好 Q 哦，怎么那么 Q？ 嗨，北极小，等我一下，我去拽一下麻薯。妈妈讲。只是想纪念而已，纪念而已，没有期待。一生的那种，第一本48系列，哦，可以性感，100冊ぐらい売れないとマイナスだからね。そうなの？ 100 冊売れないとマイナスになるの？それは辛いな。それは辛いな。確かに。早安マッシュ、早安カフェ。你到早安カフェ吗？腹筋バキバキの写真集出したい。46吧。摸屁屁的变态，我们对没有一个清纯的期待，笑死！早安，麻雪的手手很可爱，对呀。麻雪小姐吃饱了吗？她刚刚吃了罐罐，对不对？好呢，你在睡觉。每段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美。市内のホテルで全部脱いで撮影するだけなら女子たちでいいんだけどな。ひどい。出馬手的鞋真就可以不用穿衣服了吗？对啊，我的错觉吗？怎么觉得馬手变好大只？你的错觉就是你的错觉，他没有变大只，不然先出馬手的好了。我也觉得欸，馬手这么可爱，对不对？那么那么的，很 Q 哦。如果我要拍写真集的话，我一定要跟麻薯一起拍。乃木坂の新人さん個人撮影のアルバイトで演習してるみたいだよ。怖。そうなの？個人撮影のアルバイトしちゃったんだ。还是麻友变小只，是这样子。あにょもも ちゃん、ももちゃん、チンガ。やにょ。
谢谢，谢谢你。马叔出六本起跳，多一本，怎么会这样子呢？马叔脱衣时，谢谢他本人就是脱了。谢谢马叔给，马叔真 Q 吧 ？Rex 啊，主人跟宠物一起拍也很好看。对啊，努力在搞老干粮。R O R A O A A O A。现在2:12，充电22%，那我就开始充一下，充一下电好了。哎呦，巨响！哎，巨响！そのシャツどんな生地なの？薄い生地だよ。こんな生地です。こんな生地です。スケカン生地。杨凯。哦，圈圈，你们有要去哪里吧？我在想晚点要不要去，出门一下下，一个小时，因为我要洗衣服嘛。但一个小时的时候。要去哪里好嘞？洗濯したらたくさんの糸が出てきそう。あ、これ出てこないのよ。割と出てこないの。有想过跟麻薯去拍宠物生鞋吗？我蛮想去拍的哎，可是他毕竟是很怕陌生人，我觉得他很不适合带他去拍照。衣服都断线了啦，换一件吧。下次我以为要脱口而出去哪里。毛毛的衬衫，焦哥公演，好期待公演了，好期待公演。二月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今日はゆっくり見れてるから嬉しい。嬉しい、愛しい。あ、で、また充電器の元の電源を入れるのを忘れた。三月的公演都还没有公布时间。对呀，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三月几号有公演，但是希望有啦，差不多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啊，不然我们都没办法见面，很难过呢，难过呢。芋头、田中、爸妈说小姐怕生，去摄影棚会害怕。对啊，对啊，现在应该就可以了。是会延到变成清明节公演吗？清明节是什么时候啊？都有办生日会，没道理公演不行啊。对呀、啊，那就应该会有吧，我也不知道。啊，好想跟大家见面，哎呀，好想要跳，好想表演呢、啊。天中谢谢告白气球，当你说下下礼拜要去。当兵，将来4个月的公演，我是先请假了，哇、哦，超难过的。我会想你的，丹尼，加油啦，当兵！我想看你就是剃头的影片，不是，就是好羡慕男生去当兵的时候可以自己剃头，剃光头。公演人比较多啊，对啦，在白色清明节才，哦，对耶。而且如果是3月14号，3月14号是几礼拜几？为什么羡慕？感觉很好玩呢、啊。一直不公布日期，我只好拍每生日会的另外周末3、14礼拜一哦。好吧，我3月假日都休假，好像可以看到曹子公演耶耶。三月小寿会正式变成麻油饭了。他说如果要当麻油饭的话，至少要看过公演，看过表演的样子才行。然后就觉得，哦，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耶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好啊，就讲啊，没关系了，我会让你变成麻油饭。你六单可以提提看，不要，我才不要。次は金曜日の夜だったよね。 STU の公演からのために欠席します。了解です。小翔早日麻油飯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笑，超好笑。
最近は香港は3万人を超えてコロナに感染しました。マジか。つらいな、それは。みんな気をつけてね、本当に。高校。阿先生们说，小组的位置都每次都买不到，我都没看过，真的哦。隔壁的小彗星好像快交界了，一起单麦有饭了。小时候你已经逃不掉的啦。对呀、啊，你逃不逃？哦，没办法哦，小时候そんな簡単に釣られないから。这几场草纸都没卖完呢、啊。对呀、啊，我刚刚也在想，草纸我没有抢到，尴尬尴尬。我就让 Hello。但我不想再跳一样的 Uni 曲，开始抱怨没有了，开玩笑，我也喜欢奇迹的啦，但是我希望也可以跳。不一样的，一月大家都没卖完吧？对，好像是因为有那个，那个3周年演唱会的关系，买不到想坐的位置的票。对，星期天没放假，只买星期六的表演。妈有的奇迹要绝迹了吗？原来要换 UNI 曲吗？没有吧，因为我们也没在练习啊，所以应该是没有啦。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就。有可能，哎，三月公演决定了，我们要换 UNI 曲了，我们就开始练习吧。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到现在完全没有收到三月公演的消息，所以，对，就是不知道，因为又想要 solo part 吗？这时候是不是该让马友用日文说"つられないの撒娇"呢？怎样？我才不要！对不起，草子前几场没空，没关系。一月被3周年，对呀、啊。私はちょろオタクの S に釣られちゃってね。真是这样，也太临时。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你们这时候不是应该在练毕业演唱会的歌吗？毕业演唱会，毕业演唱会。不想要再跳同样的 UNI 曲，马友不准跳 UNI 曲哦。3期生にちょろちょろしたい。やめてよ。やめてよ。なんでそんなこと言うんよ。すぐにそうやって目移りしちゃって。さ、さ、さ、ジョンカリさん。嘶哑的哦，嘶哑的毕业演唱会。对耶，什么时候要开始练习呀？不知道哎。对耶，不是五月吗？五月还六月？五月吗？不是五月吗？像这话，因为你举多久以前的事情呀？这样子话，UNI 曲多久以前知道？我也忘了，好久没有换 UNI 曲，我真的也忘记了。毕业演唱会五月，お稽古が正義やから。つらい。感觉有戏，感觉有戏。什么戏？超哥，谢谢你的枫叶。栗子，谢谢你的你最闪亮。三期生見ないつもりだったけど、ジョンカリさんが正義というのは下がるかも。無理ですよ。还有别人毕业吗？还有别人毕业吗？没有，上次换是快1年前了。对啊，只换过一次的 UNI 曲，没错。我还是什么时候谢谢你的相遇？一个人想着一个人，Hello。不知道，差不多就要开始练习了吧？去不了公演，所以过年的麻友特别写真，怒买五组支持，赞，赞了，赞了，芋头。结果下次换公演，结果下次换公演，不可能吧？拜托，拜托！我们那时候人生公演是连半年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辛苦。换公演我们就要再花6个月，然后再来。哎，我们那时候真的很辛苦，人生公演的时候练了半个月、半年，对，练个半年。花半年的时间来练习几首16首歌，然后再来就是跟日本那边那个，好像是拍影片，然后给日本那边，然后日本那边给我们一些，就是哦这些东西要改哦，那些要改哦什么的东西，就是反正很多很多事情都要改，然后就我们再去练习，然后练习了之后还有什么？总彩排，
乘以3次4次，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很多次。然后穿着彩排也是3、4次，然后还要拍影片，怎么样？就是真的是整个过程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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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所以呢，如果真的有下次，真的有新的公演的话，可能我想想哦，我想想哦，练习半年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穿制服练习嘛，然后再来就是跟日本那边对嘛，然后就 想连用想的都觉得哇天哪，对呀、シアターの女神がいい、私もシアターの女神大好きよ。上次2021年4月换的，真的、哦。那蛮久的耶，6个月哇！对啊，那我更期待了。好啊，那我想想，大概就是三级生来了之后吧。没有了，我不知道了，我们都没有知道这种事情。不想要跳一样的公演，毕业是半年的练舞地狱。没有啦，我也没有不想要跳一样的公演呐。我很喜欢人家公演呢。对啊。半年的练舞地狱也不是地狱，但是那个整个过程真的是蛮辛苦的，而且好像是1年前还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暑假，然后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的暑假吗？是吗？好像是哦。我那时候是天天练习，天天就是 Bellflower 腻在一起，然后一直自主练。对啊。上次换曲目前到4个月前，你们所以成员就一起练过一轮了，对呀、啊，所以现在说没有都不准，说没有都不准。这次有经验了，只要3个月是这样吗？所以先切回 mini concert 啊，我也想要 mini concert，但蛮有期待新的公演吗？当然很期待呀，当然很期待呀，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我这个人非常喜欢表演，怎么可能不期待呢？对吧？这3个月是下次一个月也太短了吧？三指神来不知道组别会怎么分，我们也不知道次の组长の発表もしなきゃね。そうだね、いろいろ発表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これから先。じゃあ先帮分到草组的学生成员免谱，要练到10点11点。对呀、啊。我们非常严格，非常严格。马友会期待三级生有日本人吗？当然啦、啊，当然希望啦、啊。有些公演，公告简成员都没有透露一点线索啊。但是应该蛮，就是看得出来我们在练习吧？对啊。就是那一阵子大家都是大家都都是大家都大家都自主练自主练自主练，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大家腻在一起，然后自主练吧。想干 mini 考我也是，不一，然后自主练吧。想干 mini 考我也是，不一定吧，说不定。对啊，卡卡的，真的假的？卡卡的，真的假的？